一个星期，怎么感觉像过了那么久似的？跟我来。老公，你这是……你不是最喜欢看星星吗？老公，谢谢你。经过了这次的事情，我也有所反思。我打算取消寻觅原有的会员匹配制度。爱情是没有规律的，爱的感受才最重要。我把普林莫达的商标买回来了，而且我也知道你买了万丽鞋子的事情。谢谢你让我感受到爱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老公，谢谢你。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寻觅的客户收到了两双鞋子，反而有了对比。收到礼物的客户都说 Poly Moda 的鞋子更舒适更美观。真的？真的。客户的反馈才是最重要的品质保证。我相信 Poly Moda 一定可以超过万里的。嗯。不过这个单词的意大利语好像不是这么念的。你会意大利语？嗯。那是法语。你也会法语？哎，随便，爱什么语什么语。嗯。店里水晶鞋销量又上涨了。你刷单了吧？现在网上好多人都说 Poly Moda 的鞋子比万丽的好，你要知道寻觅那边的客户都是什么人啊，这些销量肯定是他们带动的。老公啊，你今晚没浇水。为什么呀？有人出生是公主，有人出生是灰姑娘，也有人只是灰姑娘的姐姐。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泼人。你还说，人家学校保安都找到家里来了，还拿着你的校服，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。我上学就没穿校服，舒文心说他的校服弄脏了，穿了我的衣服。不是我。你还推给妹妹啊？你看把妹妹委屈的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温馨今天回家只剩下一只鞋，泼水的人肯定是他。你做什么事都要看爸的脸色，温馨做错了事偏往我身上推，你们偏心。你做错事情承认一句不就完了吗？不是我做的，我为什么要认？好，是妈妈没用，妈妈教育不好你，行不行啊？明天我就把你送到寄宿学校去，我让老师好好管管你。